星期六我去逛街，逛了逛去，看到一位小姐，一头乌溜溜的卷头发。她一转过来 ，Oh my god， 她的脖子有点歪歪的，她的眼神有点怪怪的。我突然有点想要跑，因为她已经开口对我笑。Ooh, she's so alright, oh yeah, she's so alright. Ooh, she's so alright, oh yeah, she's so alright.这件事情不可思议，机车女孩你在哪里？我今晚就